啊，第三关卡金枪对咗金枪六十同埋嘅加达布咗波尔明啊。好啦，射爆去第三舞台，而家喺前面。爱当川河专区喺外面杀跟上嚟，对个金枪六十，川河专区过咗第三舞台，两只香港马力压住啊！第三舞台真系笑成话啦，真系川河专区。金槍六十都可以贏到，真係可想而知個水準係幾高啊！個香港馬的水準已經。